终于重伤了一次，我敢干掉他吗？所以你刚叫我重伤，就还好没杀，没有，没重伤。他们两个是什么意思？带在一起的。是我，我会，我会要重伤。我们抓两个去死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想说这个机动那个插刀一下。那边就不一样，你那边丢，看情况吧。要我就中伤了，因为我要救援。我甚至不想救援。100多米，好，100多米吗？哦，那算了，那你别中伤了。哎呀，维护很欣慰啊！我总算，你总算中杀一次了，有点感动。哎，你知道我刚在后面看你，我重杀一直看，我必须在你正后方看到我有多心急吗？哎呦，知道吗？我以前在，还好没有判断。我有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有脑。加油！哎呦，我操！我是上班成功了。Thank you.
上来。还不错啊。练练拉打，练一练，以后跟冠军打好搭，冠军就是要会拉打的队友。别说了，帮他补上，有点难受。Thank you.
跟他要下来啊、哦！我要下去，我要下去干！下你进去！看谁祸害谁啊！Thank you.
以。对，刚刚出现太急了，今天哦，够大了，刚刚出现，够大了，下次有注意。没办法。够大了。手榴弹呢？上面他了。手榴弹呢？看谁抓住谁。我看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专家。左边。干！耶！太快了！你看就知道没有做炸弹的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老杜总，牛逼！你要炸弹时，你可以在，你要在比较后面一点，靠边，你要在飞之前就看到你。有孝道，有孝道，有孝道。在炸弹飞的时候，把它炸掉，有效果。哥要下课了，下课了，等你再来。